这一念断处就回光一照，这是什么？当下见性哦。所以明心见性没有难处啊，一肯肯定，哦，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是佛性，不再疑惑，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追求你坏事做的多了也不行，我现在多做好事就行，哎，是吧？哎，这佛法是好。大师，请明白了。啊。请明白了。嗯，求你听听话。嗯，谢谢。没事，没事，学习学习，大家会好。哎，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问我。我跟你解答一下，行行行，不相信。哎，是的。想休息。所以对你们有什么问题吗？累不累？很累。谢谢。早点睡好。早点睡好。我们要喝水，谢谢。休息休息休息。没事。哎，咱们还头沉了啊。师傅，咱们这都就说现在就是在咱这样一个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就是说。不太好把握这个，把握这个，就这个心。这个心，哎，因为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人呢，哎，执着惯了，成了习气了，这一下改过来，改不了，要慢慢改。所以修佛法是老革命。修佛法是靠革命斗争，不是被人斗争的自己。哎呀，这还好，这个鼻子不好。不自己斗争，不是被人斗争，不自己的习气斗争。哎呀，不要执着了！哎呀，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不要执着。
好，因为我们做人，做人啊，不是这第一次在做人啊，我出去骂人，你第一次做人啊，不是的。这个世界呀、啊，就是地球啊，成立了也好几亿年了、好几亿年。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上，生来死去，死去生来，他死了不是没有了，又来投胎了，还来投胎呀、啊。投胎的时候就看，你做好事啊，就好的善相给你看到，把我考虑下去。你做坏事啊，就恶相，哎，你不肯去了，后面门虎追你，后面压着插你，或天上下冰雹打你，逼着你往里逃，啊，你这样子，所以说是我们这六道轮回面前的时候啊，不是一时啊，不像多少时数。比较多的师傅所有执着习惯呢，养在我的第八十天里，第八十，我们人有八十，这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只晓得有六十，六十就是说眼睛看的东西是眼识，看的是什么什么啊，耳朵听声音二十。听什么声音？鼻子闻香臭是气十，舌头尝滋味甜酸苦辣味十，身体就是外境啊，今天来了，今天来了，能闻化食，我们越化越化啊，粗糙啊。这生死大脑意识第六意识啊，有相方四法的意识，这六识道叫眼耳鼻舌身意，这是第七识就不知道了。什么叫第七识呢？知道无，这是无，这是无，抓住这个五，这个五戒就叫第七识，还有第八识。什么是八识呢？就是藏库，就是帮你们藏储存起来，储存起来。我们怎么能把过去的事情想起来，回忆起来？怎么晚上睡觉会做梦啊？这个回忆和梦境就是第八识作用，它藏在里面，它总是翻出来的，相当于现在电脑，对，我一解释，电脑有软件硬件是吧？这个电脑软件里面藏的这个信息千千万万不藏在里面，那么我们的这第八识啊，比电脑还灵敏。过去是过去是过去是事情都藏在里面，它会一个个都反思。这第八识，第八识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地方，我们眼是在眼睛是吧？耳是在耳朵，鼻是在鼻子，舌是在舌头是吧？这个第八识在我心包络里面，就是我们一个肉胎心是吧，是眼睛远远的一个心啊，就在心脏里面，这个第八识都藏在里面，这个种子藏在里面，就是吸气种子，你要一下子改呀、改不了，就要慢慢的改，斗争不断地和他斗争，他要动了啊，不要动啊，他去贪心了，不要贪啊，假的不要贪啊，是和他斗争，
慢慢的改着改着掉，不是一天两天能改过来的。所以我们佛经说一句话叫做什么？你说顿悟，事实渐出。你一直顿悟，讲讲道理告诉你，哦，这世界这么假象啊，我不要太乐观。哦，明白。在碰到事情上，我就太乐观了。为什么明白？碰到这个事情啊，碰到事情上，你一动心啊，你一动心就太乐观，是吧？碰到事了就不好把握。对呀、啊，就不好把握了。所以是个渐出，渐渐的，一点点才出掉。今天少来点，明天少来点，后天少来点，慢慢来出，一下子出不来。吸气养成功，养成习惯呢、啊。所以很难啊、哦。老子教导我们，老子，我们第三叫什么？儒、释、道。儒教是孔夫子啊，道教是老子啊，释教就是释迦牟尼佛。老子也告诉我们，为道日损，修大道而成道啊，就一天比一天把自己习气减少，损是损耗损的损，为道日损，一天的损，一下子损。功夫很广泛的，所以说不大好的好处，就是要知道在世上的锻炼，不自己斗争，各从才成功，一天两天做不到，所以修法成道。你要借着时间，很多时间慢慢来，借不得。你说我不是运动，缓也缓不得，我要住得往前走，一天进步一点点，一天进步一点点，进步一点点，慢慢进进，你终于到家了，是吧？就怕你一天不进步，就站在那不动，那不就到家。其实我们说明就是佛法没有迷信，真正启发我们开大智慧，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都是我们共同的福性所创造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创造，大家共同的力量创造。就是没有这个世界之前，这个世界要坏了。现在科学家也说，这地球要损坏是吧？要毁坏了。哎，是被人心碰的，脏爆炸的。啊、哦，后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造了这些氢弹呢、原子弹呢、导弹呢，把这个世界上炸爆了也可以。啊、哦，要坏了，要尘土坏空啊，它坏了空，嗯，是没有。没有世界之前呢，我们大家的福性都是有，福性的不生不灭，它还是有，就大家都认识。乱动啊，那时候怎么没东西呢？炸了空了没有了吗？这无有知觉吗？你也有知觉吗？他也有知觉吗？大家都知怎么没东西给我所觉呢？知觉一个东西就了啥？怎么没东西呢？是吧？大家一起乱动，你也动不了，动了成大风轮转呢、啊。看风起的都是转旋转，你看，看台风啊、暴风啊、龙卷风啊，都是旋转的嘛。哇，大风转呢、啊，就大家的风，厉害。那么这。
对父母转的和我们地大小的无常，像我人是地水湖风四大家和，对吧？地大就是一个筋骨连绵，像我人地大就是皮肤骨头肌肉，这属于地大，它是有形的。还摩擦，摩擦生肉，这个摩擦就是生骨嘛，这地就是摩擦的。是啊，所以这个世界都是我们大家共同创造成功的。对，哎呀，我跟你说，好，这我们大家的愚痴，生不知来处，去不知去，死而不知去处，生存回来不知道，死了生存下去了不知道。这是家人的慈悲，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哎，我们就是本来不生不灭，就大家乱动乱动乱动，抓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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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这么一点点东西当吃了。大部分东西都不要了，就是我们摄神就摄神，我们摄神就是佛性当中起来无明，抓一点东西抓一下，说起我们人是可怜，本来这么大嘛，虚空多大，我就不知道大，是吧？他不要，哎，他抓一点有像的东西，这迷呀，啊！大部分，大部分还是看到消防的多一些。哎呀，我跟你说。投胎都是引诱心动，引诱心不动不来投胎没事，都心造的，心动，心动了，哎，动心啊，当我们的父母同房的时候，我们自然行动，自己跑进去嘞。哎，我回头，这说起来是难为情。还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无形无相的那个，无形无相的佛性，嗯，那个好，它是神有相嘞。是神啊，他有心，他有无明啊，哎，就是神，整个的佛性是清净无染的，他无相，但是我们都有分别心在里面，有无明在里面，这无明就坏了，无明就动心了，是吧？现在我们修就是把这无明修掉，也不要动心，无明不动心，无明和佛性怎么样分别发生，就像开金子开金矿，金子和石头夹在一块儿了，没一块块金子给你开出来，没有金子和石头，石头金子加在一块儿里，你看到过吧？我们看到开了
开金矿开石头，一大块挖出来，哦，这都石头都金子就在里面了，看那石头，看看那个石头，黄黄的就光光的亮亮的，哦，金子就是在里面，他要把它粉碎，都打碎了。但是水洗淘洗是用水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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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石子沙洗光在瞬间，金子和石头合一块儿的，你要是看煤矿还有这大米靠转进去一块大米打下来了啊，是一块大米的吗？也有石头啊，地上都有石头，也有石头是吧？啊，也有石头的。嗯，他的金子是一块大金子，没有，一块大金子。那是吃凉的，这意思就是。八岁了以后把金子。哎呀，吃够了。现在那档次吧。哎。八十岁开始用了。师傅，那师傅不是师傅，头发，现在是师傅虽然现在不是，哎，师傅金子合一块的，是这个道理啊。哎，将来必这个说明，距离说明的是这个功不是一下两成的，它是经常，就是说都吃的话，那么经常都经常吃。他那个他指的那个就是那个佛性和无明，无明就是那个石头啥的，那个佛性就是那个金子，啊，哎，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明消掉，一瞬间，那个佛性不动不摇，不来得去，是吧？他就不会去投胎，他不动心，他怎么会投胎啊？他银杏动啊，父母同房的时候，同房是银杏的，他也合进去了，他钻进去了，所以是在那个时候，他假如爱了个男人呢，爱了个男人啊，他就去搞男人去了，他自己觉得是自己是女的，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女的，抱着男人。所以是女胎啊，养下来是不是？女胎啊，是面孔朝上的；养下来是男胎啊，面孔是朝下的。你们去问问那个产妇科的医生就知道，他们解释了：男胎养下来，男胎面孔都朝上，下来也面孔的；女胎啊。他母亲背他，哎，对吧？对，那个出生之前，被女孩子背着面，哎，和他命中朝下，男孩子命中朝下，哎，女孩子命中朝上，哈哈，女孩子命中朝上，他抱了个爸爸，抱了个爸爸才朝下，对吧？嗯，啊，不是。抱着抱着还是命中朝上，命中朝上，男孩子抱妈妈是命中朝下，是这样子。哎呀，都是这音乐性啊，是从这里面来的。都得那个锻炼锻炼好修炼。都睡了是吧？还睡了。哎，多少岁？阿弥陀佛，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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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
所以我们最后才能做到无智有德，现在空净了。你看看还不成佛吗？佛也不可得，一切不可得。你假如有佛可得，还是有所住，还是不行。黄金都是老师最合适。
是净土宗啊。啊，净土宗往生西方的都很多。修大圆满真的化妆者也不多见。所以大家都是捧真正的化妆者，你刚才说这个大师都不敢，是不是他也是化妆者？那也是这么一个。这个法我是修了学的。是吧？学了学了，要真正去修没学习，因为没功夫去闭关。我这边说话，那边说，就是。哎，看来邱光正当初上山修一两年还是对的。修一两年哪来的成就呢？说他骑马见性了，他然后下山了。哦，哎，去帮镇子下山去用公子去。啊，他上了两年山。哎，嗯，要是真想化妆啊，没有几十年功夫，量力之病，还化不了。这禅宗就不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也发学过知道，就修到最后你只能发红光了，你也不能住红光。你住了红光体呢，还是宇宙之间一个游魂。你住红光体上有一个游魂，你还着相，你这个相也不着。所以他和禅宗完全合体，禅宗就是讲一丝不挂，一尘不染，一法不动，一样都没有。这是什么东西？臭皮囊啊，不需要。所以它是一个体系啊，他们整理出来就是。是印度文殊菩萨一乘大教，哎，一乘法，哎，传到我们汉地就是禅宗，传到西藏就是大圆满。像是那，比如说我们学习那些什么见性了以后，再怎么修呢？那就是在适当锻炼法轮啊，最重要啊。试看看自己练的不敢练专了，一些境界现行不敢练转了，空的不可得。那心灵心法还是心法啊？心灵心法还是心法？那就是心中性啊，还要起的。那就不继续再上周修了吧？啊，就不要上周了。啊，但是心中心有心嘛，是心中心法。有真心、妄心都不可得的心，是心中心又心，是吧？一个是妄心，心中的心，妄心当然真心，又心真心可，还有心不行，啊，是心中心。那后面就没有具体的法门了？具体法门呢？他不要观法身等等，不要，他就完全和禅宗一样。放掉身体，完全是禅。所以我们师公是师弟记得说得很清楚，念法怎么传，不妨密切禅。念法不禅动吗？牛仔也会吗？是这样，念法掐指一笑，心中心，心传心，心静下，一个
念化成财到现在不妨利取财，不妨用立法来鼓动它，完全的参化的起心也起不起的大事，有大义在大悟，小义小悟，不义不悟，你是参化的利益没有，不妨利取财你怎么沟通一下和万能财怎么样保人归于财一方是讲破三关破初关是见性破重关呢是磨练那个阿赖耶识八识把那个习气消掉那么三关怎么破是说过了吗把第九识转成第十识那是三关我是法身向上嘛、就是把这个巨身的法子也消了巨身法子不消了就是一点东西都没了、不然还有法在啊、所以说你有红光体还是宇宙之间也有问题你有红光体不是法吗你有红光体不是法吗咱们这个经营中这是大乘佛法那么我们就没有不存在受菩萨戒的问题吧这个信戒是大最大的戒是一定的动动的就是菩萨戒又是菩萨戒那都是戒相戒条是吧这是戒期戒体啊因为一般都讲没受菩萨戒不能说法不能讲不是这样子在传统书起来是你没有明心见性不能讲没有说是菩萨戒不能讲在密宗书起来你有阿三一般理就可以讲你经过经常阿三一般理那就可以你看佛说的要三明三生西方极乐世界要佛送大圣这句话你是不是没有明白吗你不知道哎呦那就行了真正是佛说的我们不是大乘为什么呢你上品上乘呢不是中品中乘你的心量不广大心不空净你怎么能上品上乘只有多数大乘大乘经多数心量不广大还有说不要多数只要你这个弥陀经无量寿经就好了其他经都不要读了他是怎么样这是护佛所说的这是谤佛谤佛不是他要否定是谤佛你去再去看看一个中名中正怎么样上名上正有句什么词叫上名上正都是大臣就几乎不会错你大概少干净还有这个经中这么好其他怎么都不好又是谤法叫战极谤他这是谤法这种人要下地狱啊你们不要当儿戏啊你再不看是可以的这个法也好那个法也好你说经那么好其他都不好你看这句话好说吗而且跟我提到密宗密宗最好你要死了就是现在等佛法的人很少那些妖魔鬼怪什么他们还想听得去呢你看他那个什么什么法轮功阿罗什么圆觉功什么功都不是佛法还都能相信吗
不现在是牛鬼蛇神时代呀、啊。哎，法轮功，哎，圆觉功，都是骗的。哎呀，还有什么先天功，还有一贯道，哎，哎呀，对。我都是为赚钱。哎，我换了给你多少钱，是吧？穿了花给你多少钱？就我们说好的，就是说，哎，朋友，调一调大路通畅，哎，法法都已成道，不是说这个法比他都不好，那就是不理解错误的。我倒觉得你念佛最难。念到一心不乱，做不到。也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就像我们吃肉一样，也吃到不行，可心了不空了，这不是一心不乱的。你这个一心不乱就是无心可乱，这个吃起来不好，老爷子老老三老四吃，哪能做得到？不许做，吃起来哪能做不到啊？你大概弄错了，你会错意了。不是叫你七天做到啊，哎，他是说一到七天就是一个月，就自始至终一个不乱。哦，这么讲，不是七天的，我是七天做到，就从开始到最后，哎，圆成了，圆成功，哦，哎，不乱。所以说，就说在这个往在死的时候，那在死的时候吃，不多少，对不对哈？哦，不是这意思，你看，所以你们都把附近安慰出意，不是这个意思，啊，附近讲得很深奥，那一般啊，弥陀经不会出意，弥陀经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很深。我举几个例子，你们听就知道了。你命中时生病苦，大家都以为是一定在生病，哦，好好的，是吧？但是你走的是不少身体病吧？你怎么控制好好的，一点病没有就是好，是吧？大家都说生病苦。不是不生病，生病苦的，就不为病所苦。像我们的东山祖师，你是不是？哎呦啊！他实在是，哎呀，师父啊，你一仗现前啊，来说哎呦啊，你还有不病的吗？有啊，你是什么？哎呦啊！你看。所苦不是说天命不生，是吧？这就是讲死嘛。哎，天命不要生。临命终时这句话也很难讲。哎，临命终时一心不乱，你不信邪，是吧？什么叫临命终时呢？是死的时候吗？这个句子表面文章看是死的时候。这深刻讲经不讲，命中时，命生是命根，生是命根重要之时，叫生死叫命中时，就是你念佛，你的心不空净嘛，
生死的命格半条的灵命中时，不是说带起死的灵命中时。我们的车子从来从过来的，从对象圣心走进而来，我都是不圣心不动念，我的命就这样了，生死断了，生死断了，不是六道轮回吗？不来可以不来，算是那个这冥冥中是，不能说自己表面讲冥冥中是不是，不是，是吧？再说若一生若今生若当生，他们讲就是过去的人就是一生就生西方，今生现在我们念佛要生西方，那当然是将来要生西方，也讲错。生西方极乐世界，佛说随时信心即不动静，你的心清净了，自己就是净土。不是要死下的是谁，当生当下。是念祖说，我把西方极乐密切给你们看好不好？当下的心清净了，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当生，是吧？不解释错吧，把弥陀的教义重听很多啊，还有根源。那个一句话叫“凡事精勤”，弥陀精勤。这两个字“凡事”叫缺真不，有中国字啊，有四声，叫缺缺两个声。它是吃饭的饭，第二个是食堂的食，饭食精勤。他们怎么解释啊？就在西方没有事情啊，吃饱了饭了啊，兜着圈子玩了啊，尽情就是有圈子玩，大手的成。那你遇到是小乘佛法了，就在西方玩玩，不就度众生了？他是反事，反过来给众生吃法食了，反事啊！你在西方。听佛菩萨给你讲法，明白开悟，天已经很正道了。这个四方皆度众生啊，把你吃的法食反过来给众生去吃，反噬精勤四方，所以是弥陀经是大乘经，大乘佛法，给他们这么一讲，遇到小乘佛法就在西方玩玩，吃饱了饭没事情都有圈子玩玩，错误的。再讲到大师傅教导我们念佛的法门，他们讲的更错。大师傅教导我们是度生六根净念相继，度生六根净念相继呀、啊。什么叫度生六根净念相继啊？他们解释不出来呀、啊，胡说八道的说说啊。这是这个大好的佛法到他们嘴里讲是变了味了。我告诉你们听，这个度生六根，所以是这个净土中的法门。念佛的时候一定要实行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心一定要在这个佛法抓住。这个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一起都把它抓住，不要动了。在六根当中有两根难抓，一根最难抓，你叫他不要动，他给你啪啪啪啪动。昨天跟你讲话，叫一个孙子，他说我不修法不打坐还好，我都不动啊，你不灵，这个一修法打坐光脑袋都疼，像是练不好啊，练得不好，就是这一个男士抓不住他，他来动，怎么抓到这里？就耳根听自己念佛号的声音，把一个人抓住。是印光大师讲过这句话，就是我们要信念佛号，耳听佛号，
把一根抓住，往大字脚抓，他现在不注意，六根，这个两根抓住，其他闭根，这个生根、色根，是吧？就容易抓。你那我看，抓，肚子一起抓住，静静相继就来讲。现在一个人都不会讲，都是胡说八道。静静相继的，就是我们用清净的心念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的念下去，不断的静静相继，大彻大悟，不想的，他不懂什么叫做静念，所以这是南音经上的一篇啊，就是念佛给同章。静念者，能念之性所立的符号，一时突破，能除双亡，这一念是静念。所以净土宗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念念不是如此，才是很好。静念相继就很难了，静念已经不容易了。能念之性所立符号脱掉了，就像我们说修行弄经法一样。哎，所以这能力的心一起圣心直接化空，就是圣心之化空就静念，一点点都没有。相继啊，很难啊。今天你能够脱开，比如这个王医生讲的，他说我有一次的哦，从关注点时候四岁飞去时，哎，下次看了一眼，喝的也不鲜，就是这些写不出来，就是不能相继。我们做功夫啊，就晓得这甘苦，不做功夫的人不知道，他不做。进入了能脱开，能念自心说，你只能一手脱掉，身心是在不化空，念念不来，还是这样在这里做不了，不能相继。刚才听。很难的、我今天如此，明天如此，后天如此，天天都如此，这叫相继。功夫很深啊，我大师傅怎么能成道呢？功夫很深啊，经中的相继，动中的相继，经中打字是如此，不算数，动中做事时也如此，一点心，动静一如。这叫做静念相继，所以这个净土宗功夫做这里和禅宗完全一致。到了禅宗保任功夫过了保，到放任的地方，保的不要保，放任的，才叫静念相继。所以净土宗功夫很深啊，是禅宗啊，是密宗啊，一点都不错啊，是吧？现在人很没糊涂，瞎说八道的说说，大家想听他听他的话，突然动手，这法师不能讲的。哦，你以为听众都好讲啊？我很浅显啊，好讲啊，很难讲。你把这相扑要讲空，相。凡所一样就是虚妄嘛，你做了相上讲还行的，是吧？都是虚妄的相，说相上讲，你把相都讲空，这么讲不行。实际上，按他那个讲，其实的话有个贪念，贪图西方极乐世界的享受，贪的。现在人讲净土宗，就把净土宗破坏了。你们听听有没有？我们上海传的很，谁信念佛得以往生？念佛不要一心，不要转心，这散心，因为念佛又相信之后。
里面说废话。是的，那些人电风扇一面拿着念出来，阿弥陀佛，那是废话的。哎，张三藏啊，李师丹那是废话的。说废话的人念出还赚货，不是念出废话也是念佛。不是竞争中破坏了，人生西方难，升不上去了，这代表骗人呢。